嘛？拍工作日志。我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秦。然后今天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本来就是安排里头没有这一趴的，就是没说过我要来拍工作日志啊，没有库存了是吧？我就是过来拯救你们的硬盘，拯救你们的硬盘。刚刚说的这段话，有意大利语、日语、法语、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，你是不是说的我都信了？掌声，许诗音，欢迎两位。天哪，我看到他。哦，他们那次团综里面说我这个样子走不堪负荷，你确实做作呀。所以我以后要听这样。再见，哈哈，一周年快乐。什么？你看电影做照，做再见，太阳。我以后要三生饭，三生饭，不是。给我再长一点。啊啊！给我再长一点。被自己说中了。你看我那个眼神，打都不想打的。白花花的大白腿。你为什么要拍我的腿？我看好扇子。好嘛，那就拍扇子嘛。没有带多余的扇子，这是一个就是跳舞的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个跳舞怎么跳能分你秦总看在我赵尼生老总的份上，你怎么能也得把这扇子给我换了是吧？那这样子你这个用坏的扇子你可以给我吗？我随意签个名然后送给我朋友。可以，可是这里已经有个病了。哎，弹幕上面可以刷起来了，秦总你好，我是你朋友。这里要不在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！再见，大姚，你争取到了镜头。大姚说：“我什么也没做，怎么就争取到了镜头呢？”我以为我最乖。小太，你看我的礼物呢？哈哈，问你们要礼物了，听到没有？没有，我们一周年，一周年，一周年的礼物。怎么回事？都被这个女人带跑了普通话了吗？我没说那个。怎么了？你普通话没怎么，就是普通话很好啊。就是你就可以一顿就只吃肉。你模仿一下，搞得超棒。咕咕咕嘎的咕咕咚咕咕咕咕嘎的咕咕咕。哎，咕咕咕嘎哟，咕咕咕嘎给咕咕。好，这是高仿的，来，这个是正宗的。咕咕咕嘎哟，咕咕咕嘎给咕咕。恭喜你下蛋。我叫波波。傻瓜怎么念？怕波呀。用粤语怎么说？他。你干嘛呢？小孩子不可以这样子讲话的。小孩子不可以这样讲话哦。妈，你要吃点酥。你刚刚那个龇牙咧嘴的样子被我拍进去了，怎么办嘛？那我就要杀，然后后期就把他的镜头干掉了。后期是不是被你干掉了，大姚？没有，我的意境是我没有。我要是知道了，他还能活这么久，他早没有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没拍戏，拍的还可以。哎，我需要一个男主角。好，男主角。男主如画。不要离开我，不要。你头顶绿了。我是红的，头上一点红。长大的约定，那样清晰。发过勾的我想起，哎呀妈呀，
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，有你在我身边。边我真的是放弃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他明明每一次唱第一句话里头。